飞机波罗斯妖魔城堡。以下达命令，然后有跳有跳，不用解，不用有没有？不用去，不用不用回看板，我就跟你们说，哦，解完了，解完了，解完了，来，都往正门出发，都往正门走，这都往正门走。哇，他妈在丢流星雨啊！后面那个奈克洛斯林尼啊，他妈给我在他妈上面看风景啊！来帮忙激活一下旁边的韩国人，不要让他们进来哈、哦。前面有个韩国人，他怎么进去的？我操，他怎么进去的？我操，他怎么进去的？啊，门破了，门破了，进，准备破坏内城门哦！来，我们往内城门挤，往内城门挤！我操，排队你！我跟你说，很多很多还有工作室吧，我在想，就进来，然后就只是为了进去打完。来，往里面清了，往里面清，先不要离子变，先把小色清掉。先进来，先进来，先进来。门口小哥哥，回应你后面，我们打头狮回应。回应给你剩喽。王子了，来往下，往下。晕了。来光头，光头的冰刺，光头的冰刺。两个字。他想进场，他想一个人进场，怎么了？左边那个纸变法。两个字。飞了。旁边有个刺的。来，我们集中左右门好不好？左门右门，我不确定是不是不一样的地方、哦、我们左右门。我操，卡尔图兰，我在这个位置上，他们在输出网。哎，那个前面的赶快进去好不好？前面赶快进去。进来，进来，进来！我在卡尔图兰前面。韩国葬礼，韩国葬礼，有谁在跟你输出？一直解吗？一直解吗？上面那一只，上面那一只，哦，碎了。他这个东西放下去，只有圣剑套进来。你们自己注意，你们自己注意。所以 B 你补得到对不对？因为我画面上，我看到你，我看到你，我看到你了。我靠，你真屌！榜一点掉，榜一点掉，点掉榜一。给他死！冰刺，冰刺，死！他应该是我刚刚有被这个职业法加速，又来又来一次，又来一次，又秒杀了，那招秒杀了。他放之前会讲一句话。可是我丢魔瓶还是死的。太浮夸了啦！我丢魔瓶哦。来纸片，军区纸片上去。我会帮你套色，不要怕，大不了一死而已。魔瓶挡不了是不是？对啊，不能打，我刚刚有看魔瓶。哎，这只王太变态了啦。来帮回忆补血啊！帮回忆补血，回忆套剩了。为了报仇，为了复仇，百倍奉还，百倍奉还喽！磨平一下，磨平。帮补！我在补，按着呢。我先补剩，刚到。我操！来，逍遥给你剩了，飞上去，不要怕，拼到最后一刻。兄弟们，就这一波了。纸片法，帮我点他三个 ID 在官员南宫旁边，他死了。他又别烦我了，又要飞点，为了复仇。我觉得跟为了复仇有关系。哇操你妈的！哇操你妈！他没有百倍奉还哦。不是说好百变金刚吗？也没喊，还有多长时间？好，结束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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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